有一天呢，男朋友跟一群朋友去一个小饭店吃饭，点菜的时候啊，看见服务生长得很标致，便想趁机多聊几句。这兄弟问小姐，有炒鸡蛋吗？小姐讲有的。兄弟又问，那有炒鸭蛋吗？小姐讲也有的。兄弟问，那来一个鸡蛋炒鸭蛋吧。小姐就喊，来一盘混蛋。啊，我们庙里面呢、啊，我们那个西雅图雷藏寺庙里面经常做这个鸡蛋炒咸蛋，又炒皮蛋，那个比混蛋还混蛋。三色蛋呢，真的。那厨师在哪里？是不是鸡蛋炒咸蛋，又皮蛋，三种嘛？你看人家鸡蛋炒鸭蛋就已经是混蛋了，我们是混蛋加三级。